想说时间就来了啊，来再说、啊、这个见面三秒就合体哦。ご覧の番組は運美株式会社、彩社鍵館、会社ジャーキー、静か論、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我是科比展教室，我跟你讲，进来，阿呆中标的车，人马三嘛，今天要帮他换水箱金，把他拿来。拍片你知道吗？拍片第一可以做广告啊，第二可以帮他做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他就会成本就会降低了。哦，所以今天是业配。对，恭喜你，你有业配。对啊，我也不是很懂啦哈，我是专业里面的不专业，如果说错的话，请纠正，没关系。隔行如隔山，对不对？像隔了奶罩我就摸不到了。哎、欸，没有隔着奶罩我就猜不到罩杯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会有电。会有电啊？你不懂电啊？你不懂会电到电，这电出来的电啊，不是哦你，好吗？拍谁拍谁，你要的跟我要的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你不懂。对啊，等一下就换个水箱金，那这样就省下水箱金的钱了，拯救阿呆，拯救呆哥，对，拯救呆董。哎，好，我们去赶快来弄，走吧。他说我要装了。小蛋啊，你这样这么快就要装了？对啊，不是装了就可以用了。你不先介绍一下机器？想说时间就来了啊，来再说、啊。这个见面三秒就合体哦。这你都不了解啊！女生是先有爱才有性，男生是先有。这是我们的机器，哎，这是美国的品牌，哎，保时通，主要是清理水箱的啦。它的功能还蛮强的。它成立在1927年，到现在已经90几年的历史了，所以已经是一个老品牌了。你看比我大，这真的比我大了。它主要是可以清洗那个水箱，它有几个功能呢？等它操作的时候，它可以清洗，在那个它加注，就是可以在里面循环啊。外面的保养厂一般保养，它是说用肉眼看不到里面有什么物质啊、水质，因为你不可能在水箱里面看，它可以清洗到里面去。所以它是做一个大循环，对，大循环啊。我们比较建议啦，大概就2到3万左右就做一次水的循环，就是大保养会比较好，温度会比较降低，里面也不会有什么藏污纳垢啊。对啊，换过之后它的冷却就会比较低，相对也比较省油。啊，冷气会比较冷，冷气一定会比较，因为你循环比较好，就是整个做动就比较好。啊，机油很重要，机油大家都很在意机油，为什么水都把它跳过去？其实水也很重要，其实水的东西也要顾好，你才会长命百岁。你心中就有拉的啊，你会。这种转油嘛是挑起啊，啊对啦，对吧？好吧，我们就直接来操作了。操作就是要把上水管拆掉。啊，你这样已经拆好。这个是它是不用发动的，它是静态的。静态就是静态，它的机器哈夹了一个电坝，你看一下。啊，静态比较安全啊，有时候你发动的时候，如果突发状况冲过头了坏掉，你也不晓得。啊，它的厉害的点，它是可以把水龟冲开，这样做一个循环。以前我们是发动是靠自己的温度到了冲过去这样循环。对，这个不用，它这里静态可以这样清洗，可以整圈这样。所以机器就帮你做。对，机器就。有没有？这两个一出一进嘛，就是这个插这一个，哇！你看，两个都卡住了。好啊，这一个，这个是这边，好啊，就回的，回水的，这样就 OK 了，很简单吧？好，两个这样去而已。好啊，哎，猜猜现在准备要操作了。好，首先第一步，先看车种这边去找嘛。你看，哇，捷豹，宝马，好，路虎，好，找到了。哦，找到了。它有分哦，比如说1.3、1.5、1.6、1.8、2.0，我们是2.0，所以是7.5公升。哦，7.5大概就这边嘛，7.0嘛，7.5，就八以下嘛，就7.5呢。然后呢？啊，加这个清洗液啊，这一罐是4L，所以就管到大概要加一罐多，罐多对，一罐多。哦，红的嘞，是罐成红色就红色、哦。啊，他说我问你为什么戴绿帽是绿色的？因为当兵都兵变，所以俗称这绿色的就是戴绿帽。真的吗？不相信你去 Google， 我也不知道，我觉得是这样的。哦，这个也要加就是。这个要加，去管弄我嘞。啊，等一下看一下现在多少了。啊，7.2，也是7.5。没关系啊，黑的加啥子啊？你的落锤哦，漱口你看到全满吗？不行，全满你就袂惊嘛，你留一点空间咯，安尼该清洗该清洗。啊，可是加新液下去就要全满了，啊，加到够了，这要记得盖回去。这个是要在就正常类似像车子在发动状况下，就是要盖好密闭式，整个要循环。结果刚刚啊，这个剩 C 油剂，很像，很像嘛哈，还是说换血有点像换血这样？对对对对对。好啊，
都转到加注，这个就会转下去，记得不要太快，慢慢来。我看这个有在跑了，有在跑了。啊，你在用的时候检查一下，不要有漏水。嗯，好，因为人家下去如果漏水而且漏掉也不行。他在那块，啊，减少了呢。对啊，减少就是跑进去啊，啊，等下这边就会回收过来了，旧的都会跑出来啊。但是好，我得要跟你西游记啊。哦，去查，解解决解猜。那么要在哪里才能申请手续呢？在餐厅馆要照样去啊，你的循环啊。刚是加注，现在把它转到清洗。嗯。好啊，这样就转下去。啊，你看这是压力表，压力表我们没有冲到很高，表示说压力没有很大，就是可以把水龟撑开这样而已，过就好，就是循环了，可以过就好了。循环赶快，鬼的话你把人卡人背个力气，过，然后撑到一开的，对，啊，过就好了，过就好了。所以现在就是等，现在在清的，大概清洗十分钟了，十分钟。好，现在是23分，嗯，33分就差不多了。十分钟，它就在开始一直在洗，像轮缸一直轮。一般的我们这机器如果要大循环，通常，啊，大概要多久？大概多久啊？如果是一般的哈，通常都是滴水先漏掉嘛，哈啊加新的，随便的先自来水先冲嘛，一直轮哦，比如自来水一直冲啊。假设你换过水龟啊什么之类的，先把它用一般的水先盖起来，让它发动，确定说水龟什么都开了，就是正常，好正常之后再把它打开就漏掉啊，再加他们的俗称的水箱精那些水加下去，加好之后再盖起来再发动，让它确实风扇会转动，这样就一个完成了。可是呢，时间大概要一两个小时吧，嗯，因为你很热，要等它冷掉，冷掉又对吧，啊？要再发到热，那可能不准哦。就大概一两个小时左右了。啊，这个再清洗十分钟，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应该就可以了。哎，欸，那很快，差很多时间。对，哦，现在就等。啊对啊，它这样就是在洗。对啊。哇，好像很厉害。好了，好了，怎么知道它好？时间到了。现在呢？转到加注，跑到大概有微气泡，就是表示空了。现在就可以加。水箱浸下去了，它这个浓度都是50%，沸点129度。一般水的沸点多少？99、100。啊，为什么要换掉？就是说，假设你的沸点越来越低，搞到90度了就烧光了，水就不够了，啊。一样是到7.5。对，一样7.5。首先把它盖起来，就一样啊，这很简单，就打开而已。嗯，打开让它跑就好了。我快到，哎，原来变色了。对啊，它就会推上去啊。嗯，推上去就是把全部的刚刚的新液一直推啊，推到全部都没有了就过了。那这样瓦固？这个没瓦固啊，你再看啊，这个就要看了，大概5分钟左右就会把全部都换瓦了。它已经在跑啊，你看那个都跑过去了，变色了，变色了，看看，哇，变浅的紫色了。这个要把那个清洁液都把它推过去啊，嗯，好，一样再推到有一样气泡，可是快没了，有没有？推到空气了就可以关掉了。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啊，好，现在关掉了，它已经空了，嗯。嗯，为什么刚刚没有全部加完？咦，这里要加，负责桶没有水啊，你有看到？然后这边要加，嗯，对，啊，这边要复原来，哇，倒喝。只要满就好了。对啊，啊让它发一下，让它做动。啊，等一下就发动，好啊，发动让它去做一下跑一下循环。啊，这不是加越多越好，因为加越多它有压力啊。嗯。对啊，如果压力过大，这会爆掉。哎啊，这个没有水温表，它只有亮灯的吗？因为水换下去是冷的，所以是对吧？蓝色的，对，蓝色旁边还有一个飞机啊，好厉害。嗯我去装一下 OBD 来看一下温度好了。没有，这是我故意插一下 OBD， 我看一下水温表，嗯，看它水的温度，看它目前几度啊，风扇会不会转？现在应该是60、70、80吧，对不对？还不到90，对，接近90。好，90度那边应该风扇就会转了，水没有减少，表示说哎还 OK。啊，如果发动它水比较少，它就会渗一点点进去就可以。嗯，对，耶，太好了，我今天这台我们已经换好了。好，我顺便解说一下这些的水箱器，它有4种。好，我们今天换的这种日韩系啊，这个是日系的，这边都有写厂牌年份。嗯，像这是欧系，欧系它有分比较老的，
哦，像外车，就是爱用这种。越野车。嘿，外车的。你车两台。外车两台。啊，不是只有高尔夫。哦，高尔夫，哎、欸，是这个。对，老的老高尔夫都是老的，都这个，这是比较新的。好啊，这個、其实它都有写了。好，大家你可以看一下 ，BMW 啊，哦 ，Mini 啊 ，Volvo 啊，什么之类的、啊，这都有写。好 ，Volkswagen 的啊，我奥迪啊，它有写年份的、啊，都有写。啊，像这一种就会比较新一点的。哦，其实看标签就知道。对，看标签就知道了。也不会啦，你去的时候车厂会帮你用啊，都会帮你换。啊，它还有这个汽油金，如果是50公升的话，就是这个是50沫而已。啊，这一罐是250，小车的话应该可以加个5次，看你的吸数。啊，今天就分享到这边，还有个我们有赠品要抽给大家，这个循环大循环赠送一次一名。这个一组就是2罐，因为我们一罐是四粒嘛的，能管它八粒，所以上3组啊。还有这个5罐，这个5罐哦，五罐不用丢。雨刷金2箱，有12个人可以中奖，好，赠送给大家，记得好，咱们邀请啊，所以我也配啊，要帮我多多分享，对啊。其实我有试了，好，我可以讲吗？可以讲、啊，我已经试了，对啊，泰山的，哎、欸，泰山你把结果要外加呢，人真憋好几趟了，我的是。这一罐，对，上次我加了，还不错，对不对？目前是没有什么状况的、啊。我们要不管什么东西，我们要自己要先试，试完才可以跟人家说。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，多多支持他们家、啊。如果喜欢的话，泰山会到时候贴个网址、啊，大家可以去问他们。啊、对他们还是比较专业的。对对啊。ご覧の番組は運び株式会社、サイシェカギ館、愛車ジャーキー、静かロン。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。好了，对啊，工具放一放，应该是 OK 啦。其实你水系统再都 OK 啊，温度不高啊，其实冷气也比较凉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水箱很热，对不对？假设很热，啊，你冷排在旁边就会受到影响，热热的温度就会变高啊。所以整个系统如果引擎顺，看起来很爽，水路顺，冷气又冷，是不是更好？好，整个都顺了，啊，大概可以再开个10年了啦。大家呆讲啊，没问题啊。哇，车好多哦。啊，对啊，大车对。果然是呆懂。呆懂，呆呆的最好骗你。好，就这台不错，那就买。好，这样就好了，对。